么骨灰啊什么他们都处理啊，我要头脑清楚他才给做。他问我可不可以 swallow， 我说可以，可是喝给他看，用喝的喝下去以后大概两三分钟之内睡着了就没了，就是他说我保证你不痛，因为我两次来啊，我投资很大，因为我们那里没这个法，所以花300多万的路费没关系，我现在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，很平安，没有遗憾，仗打完了，感谢主的恩赐，给我一个这么好的结局。是郑老师和就是您的儿子现在心情怎么样？您会舍不得他们吗？当然舍不得，没办法，我睁开眼就是痛，我干嘛活不了了吗？我爱所有的人，我爱我所有的粉丝和观众，我爱你们。 Farewell so long, goodbye.